朋友们好，搞螃蟹去哈，今天喊老爸去他都不敢去，还是那句宁愿花钱买。下来就发现了有一只热河，今天手套我也忘记带。热河来了，螃蟹呢？螃蟹呢？哎呦，没带手套，我确实有点，哎，你咋躲在这呢？我还以为他在下面，结果他躲在这。简单又快乐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哎呀，勉强二两，好像没有二两，放了吧，不要。这个洞。这痕迹看着像是有螃蟹的，只是不知道螃蟹大不大，就这个痕迹啊。慢慢的掏吧，还有点深呢。它这个网是人家防鸭子的，防的鸭子进来吃树苗的，搞一下下。天气真闷热，没有风，没有风。上货了，他钳住我了。好，上货了。搞半天上了一个钳子。恶河，我就知道有螃蟹嘛。不着急哈，一下一下的，我会慢慢的把它全部抓出来。手伸不进去，它里面是个石头缝，只能一点一点的拿出来了。哎呀，还来、确实一点一点的拿出来了。我去，别搞到后面所有的脚都勾完了，螃蟹还没出来。能不能说点好的？来了来了，这不是来了吗？哎呀，再不出来他要被呛死了。本来应该有个四两多的螃蟹，还行还行。有货有货有货，这个洞肯定有大货。看门口这些痕迹，这个洞口，这个洞可能能干一只两三斤的青蟹，超大的洞。废弃养殖场的水闸口边上，他最爱藏的这个就是大青蟹的洞。找他，哟啊！今天没戴手套，感觉在挖的过程吃亏，挖也慢啊，这铲着也不舒服。像这样铲的时候，那个沙子各着铲，各着铲，因为已经常年习惯戴手套了。小时候其实都不戴手套，那时候也习惯，但现在。天天戴手套，突然不戴很不习惯，又怕螃蟹夹。我往那边走，往右手边走。这土真黏，黏手黏铲子。伸手进去摸一下，不是，到了，到了吗？到了，哇，这好像有点浅，左手使不上劲，换一只手，夹到了，哎呦，吓我一大跳。差一点点啊，不好使力呀、啊！来了，来了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！哎呀，哎呀，比预期的小一点点，
但是绑上我那个3斤的大铁链就达标了，是吧？嗯，应该有个7-8两吧，超级肥。哎，漂亮，扣在墙上，拍在墙上，扣都扣不下来，再摸一下还有没有。有吗？还有一只，我去，这什么神仙运气呀、啊！对蟹嘞，这母蟹有点不大友好。哟呵，你来了，来了！我看看，哎，嗨，嗨。嗨，烟仔蟹看着不大，但是它的价格是正常的这个公蟹的价格的1倍。对蟹，喂，爽歪歪的几天。这个废弃养殖场的这个水闸口边上，我们去年印象中是在这里挖过一只，然后又住了螃蟹了。后面我们挖的时候，我们把这后面给盖，他就又住螃蟹。来吧，直接走他后门，走后门。挖通了哈，给大家看一下洞。洞口这边看到光亮了没有？这是通到对面了哈。然后洞向下，往这个方向再底下向下，应该不会太难。哎，搞到螃蟹，直接就搞到，在这，来相机给我。直接就在这啊，这个爪子看到没有，爪子在这。哎呀，哟，还有点逃不出来呀、啊、我看到了，他被你一把给卡在这里了。来了，还行还行。哎，公蟹一只，还行，4两左右。洗洗回家哈、抓太多吃不完，够吃就好了。嘿嘿嘿，你们听到鸭子笑的声音吗？来，这是不是鸭子笑的声音？哈哈哈哈，一出来是不是鸭子笑的声音？晒一下今天的收获哈。鱼来，来，来，你看，他最开心了。为什么他出来会笑？笑起来，也就几只螃蟹哈，不多不多。视频到这里了，拜拜。